好，我是贾凡，我在音乐剧《摇滚浮士德》当中扮演的是 X White。啊，刚才那个米菲亚也说了很多 X White，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他更多的是一个有一些神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他跟 X Black 虽然是有一些对立的一面，但是跟 Black 在呈现的方式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然后他跟芸芸众生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啊，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导演设计的时候也是，我们就是也不会去太多的去触碰任何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角色塑造起来其实跟我学习跟我学美声的这样的背景还是有一些联系的，因为很多的美声的作品它也是来源于 Greek mythology， 所以能在里面找到很多的一些材料，然后供我来使用。非常期待跟大家在剧院一起来呈现这样的一部作品，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我们这部剧，谢谢。就是《拯救他》这首歌，那当时为什么会选在30岁的生日会上选这首歌？感谢你把30那个给引掉了啊！今天年纪也挺大的，30岁了哈。为什么？因为刚才那个魏老师，我差点叫他吉吉桑。魏老师，刚才那个吉吉桑刚才也跟我们介绍了，其实这部剧其实很偏大剧场，有点偏德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呢，拯救他这样一个这一首歌呢，它从它的伴奏的曲式上来说，其实有一点像德彪西。对，它有点印象派的。对，有一点像德彪西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跟我的整场音乐会音乐会就不多提了整场音乐会就蛮搭的，所以选这样的一部作品。而且在我进组排练之后，其实我们对于White 的一些唱段上也有个人化的一些表现的方式，因为刚才也问过了，有一些小语种的一些呈现，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它也有 Mozart 的 Lacrimosa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段就是第九首今天也没有唱就是比较的像，因为它的伴奏的乐器是 organ， 是那个叫什么风琴，对，所以在这个部分上其实根据我自己来说，就是用假声男高音的方式去呈现，然后营造出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其实所以大家要多来看每一个卡司就是多来看几场，然后能够我觉得悟出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在这部剧里面，而且各个卡司的一些搭配其实能碰撞出特别多的一些火花，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剧，这是摇滚浮士德，谢谢。不会给你加油，背了多久？稿子掉出来了。然后到谁了？